没了，没有铜矿了，那我们再去做一些铜矿出来吧。我记得我这边还蛮多的哦，因为上次老皮不是有弄机弄自动机器嘛，让他继续生产矿物嘛，所以那矿物还是蛮多的。我们现在就来合成一下，好，就来合成一下，合成，太爽了！有没有写魔法好了，写魔法已经有了，写魔法已经在顺利运作了哦，这个简直就像是这个怎么讲，我的肠道一样，好吧，每天都顺利的运作，真是让我太开心了。好，那我们去拿那个钻石锤。那钻石锤有它有幸运三呐，三幸运三钻石锤，所以那个钻石锤的话，可以让你打出来的矿物啊，打出来矿物变多。箱子里面就有了，真的假的？另扎贡哦哦，今假期 Kiss 露面啊 ，Kiss 露面啊，别会放 YouTube 啊，这个一定会的啊。你是没看我另外频道吗？老皮皮老那个频道啊，皮老频道的话，它全部好不好？从我一开始玩到现在的那个麦块里面全部都有，好不好？全部都有，所以说不要怀疑。有人想哪个箱子？楼下的箱子有，楼下的箱子里面有，楼下的箱子，楼下的箱子这里没有啊，这里没有啊，这里哎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有，哎这里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楼下箱子这里面吗？这里啊，就这里，这个你把它取个名字啊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叫做什么？哎，铸造工厂，你要讲说铸造工厂有，你讲楼下箱子，我楼下这么多楼下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家楼下，还是说我家地下室，还是十八层地狱，也都是我家楼下啊，对不对？你家楼下，我跟你讲，你家楼下深深那个地心那个地方，我跟你讲，也是楼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们这样讲的太含糊啦，我完全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，细不细？好啦，来喝一下啊，我们来喝一下，看一下啊，我们来喝个十二个啊，来喝十二个，够啦，东西放先放回去好了。铸造工厂，有时候雷，明明少一集哦，有吗？有少吗？没少吧？我记得都有啊，里面都有。这应该是 OK 了。好啦，把一些东西再丢到那边去好了。我应该做个那个装备区，就专门放我的装备的那个地方，对不对？放出来之后就整个就是煞气度满点。有人说什么何长明哦？什么何长明？老皮看起来不像演的。好啦，我真的是都不知道嘛，我怎么会演？我就是真的不知道，好不好？我就是笨，可以了吗？我承认我笨，好吗？啊，你们聪明，我笨啊，这样可以吗？高兴了吗？啊，高兴了，就高兴就好了啊，高兴就好了。好啦，那家里面有了之后呢，放两个，有了吧？哦，终于啦，哈、哦，完成了，终于完成了，完成又要选包了，选 Badian， 选这个右包，治疗药水，不错哎，还有给我那个药水，药水，可是我没地方可以放药水，算了，怎么办啊？我没地方可以放药水啊。我们现在做个药水架怎么样？什么的，把架子做完之后，我们再来抽包。然后我还需要再做一个新的仓库，就是把我的东西放里面去，然后让它自动整理，哦，让它自动整理，不然东西其实太乱了，真的太乱了。这个根本就跟皮蒂房间一样，好不好？我房间这么干净，你看我玩游戏就知道，老皮真的是非常爱干净的一个人，好吧？我们东西就是很整齐的啊，把它放好，绝对都不会乱啊，就是绝对床上绝对不会放乌克丽丽，好不好？床上绝对没有乌克丽丽，然后床上也不会放我的这个写真集啊，或者说其他东西都不会放，好不好？因为我真的很注重整洁的，很注重整洁的。蝴蝶啊，蝴蝶馆要盖啊，我看蝴蝶馆还没那么快盖啦，现在还要花点时间去规划蝴蝶馆啊。药水架应该是这样的啊，就是中间一个玻璃瓶，中间一个玻璃瓶，然后旁边就是上面半砖，上面半砖，中间两个全砖。好，有人说看桌面哦。可以啊，有机会可以给我们看啊，好不好？有机会啦啊！通常择日不如就不要看了。你会去成语吗？择日不如不看啊！择日，请问现在是怎样？你们现在在演哪一出 ？Michael 还在演《快乐旋风》Fight！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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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搞什么鬼啊？先生没问题吧？这样飞来飞去，好了，不管他了啦，不管他了。
有人说一定收拾收过台拍啊，那当然收拾一下啊。但是我其实没有收拾，我的房间也算还 OK 啦，就是还可以看的程度啦，对，还可以看程度，好吧？那小燕他们都来过了，他们可以作证啊，对不对？小燕还坐在我床上过，好不好？他们都可以作证。秋风也来过啊，坏东西也来过啊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哦，所以说就是这样啦，你们不要这每次都误会我了。我这个人正人君子啊，堂堂正人君子，被你们这样子说三道四啊，让我这个人心情非常非常难过啊，这是很难很难受的啊，很难受的。啊，我们做玻璃皮放中间，然后这边就是做我们的东西。哎，放错了，每次都记错。好啦，这放两边啦，好，这放两边。然后半砖的话就是放上面跟下面，这样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好，药水架完工，放哪里嘞？嗯，你们要好好规划一下啊，就放这边好了。经过了这个深思熟虑之后，我就放那边了啊，绝对放那边。那我把药水先拿出来。你跟我讲，一群白痴，你们又在那边骂人啊，这边骂人，骂人意义在哪里嘞？啊，骂人有什么意义嘞？对不对？何必嘞？好了。它是可以这样子啊，就变成它可以一个药水架可以存放4、3、12，可以存放12瓶的药水，而且好像可以堆叠吧？我这没办法堆叠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没办法堆叠，好吧？就变成这样子啊，存12瓶的药水，就先这样了。反正我们没地方放了，就是将就一下，就先将就一下。好啦，任务完成，抽包。有怪的声音，怪的声音出现。喂，好，上来了。嗯，完美啊，完美，抽包。现在去抽个包，我要在这个我的门口抽包，比较有感觉啊，比较感觉，嗯，抽包啦嘞啦嘞，啦嘞啦嘞，啦嘞啦嘞，啦嘞啦嘞嘞嘞啦嘞，啦嘞啦嘞，啦嘞啦嘞，啦嘞啦嘞嘞。不要害我大家丢错，滚滚，不爽、哦、每天抽到烂东西不爽，把它丢到外面去了，我再也不要抽了。好，我跟你讲，以后有什么任务他可以选那个抽包东西，我就再也不要抽了啊！我不爽抽了啊，不爽抽了。那什么愤怒的那个吗？愤怒的玩偶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他这好像是说你要去击败怪物啊，是不是要击败怪物吗？嗯，Highway to the Hell， 在地狱开个那个吗？高速公路吗？我们走到这个目的地是不是？探索任务，探索型任务，哇，这个任务太困难了吧！我连走过去我都不想走了，还要叫我走到那么远的地方啊！这真是太夸张了啊！太夸张了。好了，没办法啦，你就先把东西敲一敲吧。敲完之后呢，再看要不要去地狱，好，把那任务完成。他应该就是要去那个地方探索啦，可能那边有什么特殊东西吧，就是有一些网啦。还是就是地下城啊之类的，就是作者有做的地下城这些东西，嗯，应该是这样吧。你们说下一个会更好，不要再下一个啦啊，不要再下一个啦，我已经开始不爽了，好吧，已经开始不爽了。好，先吸一些铜矿好了，铜矿也是需要的啊。结果敲那么多，结果才喷一点点而已，哎，我以为有很多啊，结果才喷了一点点。你们这不是摆明就耍人的吗？你耍我啊？再可以敲吗？哎，他也可以来敲。那我们现在敲一下啊。你们做地狱碉堡，可是我觉得如果过去的话，应该就爆炸了吧？应该就会爆炸了。对呀、啊，有人说 PT 可以早点上传哦。嗯，我是想上传啦，可是那个档案是在 QK 那边哦，档案在 QK 那边，所以我没办法上传。他等他传给我啊，他还没传给我。那档案蛮大的哦，因为。老皮为什么没有上传呢？是因为应该说，我为什么把那个记录档删掉？原因是因为有人在里面露脸了啊！他原本是不希望露脸的，那结果就不想露脸了，那我们就只能去把它删掉。因为如果不删掉呢，啊，这事情很严重，事情是很严重的，所以就是只能就是把它删掉啦。对啊，其实也不是说就是不让大家看啊，是因为真的就是比较不方便啊，因为没想到就是会被卖掉啊，这个卖掉这种事情。太突如其来了，太突如其来了。
好啦，这样就完成了啊、哦。我们现在就把东西放一放，然后把提光烧一烧，像烧包一样。哇，你好沙包啊，沙包。谁啊？秋风吗？没有啊，我又没说是秋风。你们干嘛那么……你们干嘛那么紧张啊？我又没说是谁，对不对？啊，我都还没说是谁，你们就说秋风啊？对啊，斩钉截铁啊，哦、啊，是不是？你说没关系，我们懂。没有啦，就比较不方便了，比较不方便。因为就是真的是太突如其来了，连我都没准备好，连我都没准备好。好啦，我们现在看一下自动酿造台的话要怎么做。它可以把药水瓶放这边，然后这边好像是要和什么类型的东西吧。然后这边是资源，所以它这边帮你酿造，哦，这边帮你酿造。可是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作用啊，没什么作用。管了，我们来先做个扳手，扳手，就像 icon 在这边。扳手，来个 Y 的形状，不是 Y 吗？哪里摸呢？不是这样合吗？我有点忘记了，我们查一下。扳手，因为扳手很重要啊，没有扳手的话，很多事情都不能做。扳手好像喷掉了，我记得，我没记错的话，扳手应该是喷，对啊，喷掉啦，就喷啦，啊，是不是？就随着这个地狱一同消逝啦，我的人生。也都变得没有意义，黑白啦，是不是？坏东西不是故意的啦，因为坏东西他在弄的时候，他没想到，他因为他想是说，这样子画面没有接上去啊，他想说调一下，让那个画面更好一点，就一调之后就没想到，就是让某个人露脸了，好，就是古拉，好，让古拉露脸了，先装牛奶再去地狱哦，对啊，我就应该先把牛奶弄一弄，因为怪物其实还好我觉得就是真的是。比较难对付是说会有那种状态效果，对啊，我的扳手不见了。好啦，我们就来先合一个好了。扳手消失了，有时候超爽的，不要这么爽啦，动不动就那么爽，年纪轻轻就这样爽，你长大的话你还有得爽吗？对不对？我知道吗？有一个人这样，就是之前不是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，对不对？先苦后甘，先甘后苦，对不对？你先爽完了，你年纪大你就笑不出来，你懂吗？你现在看老皮台，等你长大，你就不懂什么叫幽默，你就再也笑不出来，你懂不懂？对不对？在座各位都是先甘后苦啊，哦，这样不好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就应该要好好的读书，用功读书哦，再也不要看老皮台了，对不对？哦，看老皮台，你就会就会变成这，再以后都笑不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笑的东西了，对不对？看老皮出糗，看老皮摔死，笑死人呐、啊，笑死了啊！这个居然不是用那个，是用三个铁矿，然后这边一个洗衣锭，好、哦，这个还好。铁锭我有，铁矿我也有。嗯，有人说知道就别说啊，不知道就别问。没有啦，那个不是秋风啦，好不好？老皮可以挂担保，但是用什么挂担保嘞？我不知道，好吧？就那要不然就用我的保障来挂担保好了。没有啦，就是你们真的不要去那边说啊，重播啊，截图啊，应该没有人截到图啦，因为那时候我当场就把那个记录档删掉，其实删蛮快的。有人说看老皮找他阿嬷，什么鬼啦？什么鬼？好啦，东西就随便稍微放一下好了，因为真的太乱了，可能就是这个弄到心情就不好啦，太乱心情就不好。石头留一些，僵尸最好不要啊，僵尸最好不要，铁矿就放里面啊，石头片也没有用。铁棍沙这个东西先放里面，这里放这边。玻璃瓶啊，玻璃瓶要留着啊，我们要装捏捏啊，装捏捏。玻璃没有用啊，洗地没有用。炼棍留起来啊，这个东西都留起来。不知不觉东西就满了啊，不知不觉东西都满了。然后星星留起来，木棒留起来。好了，真的完成了吧？这样刚好就是我们需要冒险的一个最低需求的装备啊，最低需求的装备。好，把这个石稿升合一下。OK， 完成啊，完成了。任务书好像也要存起来吧，不然任务书喷掉。任务书喷掉。可是应该带着啦，因为如果说你没带着的话，你会找不到那个目标。它这边有个目标嘛，我们现在要前往这个坐标过去、哦、所以说这还是需要就是那个带着，不然他不知道坐标哪里。然后木头 ，OK， 好啦，这样就大功告成了，东西都带齐了，然后带几只骨头好了。好，现在装捏捏，你们扭应该可以装吧，装一下。有人说。当时每个人露脸都露整个大半夜了，还怕别人看影片，
没有啊，就是重点是要看谁露脸啊，我是没差、啊。